商业就如人生，是一段旅程。旅途中，我们学习、适应与成长。虽然我们的步伐不断向前，但从未忘记初衷。在永明金融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精辟独特的见解为核心。这由拓荒者 L.B. Fair 开始，他以乐观精神踏上全新的旅途，并建立香港的业务，继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当我们的保单文件在战乱中遗失，当我们决定以信任来支付顾客的每项理赔。此外，我们不断增强业务，以为顾客提供利益为宗旨。我们在2005年成功收购康联亚洲部分主要的业务，从而更加坚定我们对香港市场的承诺。我们也一直致力于为社区做出贡献。为此，我们连续多年冠名赞助亚洲最大型及最受欢迎的龙舟嘉年华。我们更不断创造领先市场的产品与服务，例如屡获殊荣的强基金表现。我们拥有业内最出色的团队人才，承诺、真诚、热情，更重要的是人情味。我们彼此分享成功、奋斗、失落与喜悦。即使身处不同环境，拥有各自目标，我们的核心都是为建立长久关系，以及为顾客和他们的挚爱创造更加光明璀璨的未来。今年是永明金融在香港的125周年纪念，百万个故事交织出我们今天的成就，仅以此献给所有与我们相伴旅途的朋友。我们感恩过去，也展望未来的125年乃至更远。永明照亮，闪耀人生。